香港和澳門的澳比斯支持者，你們大家好，我是香港來到印度的賴毓友醫生。今天就是我第三天在印度這個叫齋吐爾的地方，這裡就是澳比斯的菲騰醫院。你可以看到我們這裡有些小朋友，兩個女仔，他們兩個都是昨天一些其他醫生做過的手術之後回來覆診的，他們就是有些眼的斜視的毛病啦，今天做完的手術已經其實手術方面都很成功啦。今年的世界視覺日咧，就的日子就是10月8日啦。咁嗰個主題咧就是講性別和顏色的問題。咁你見到兩個都是細路女啦，啱啱咁其實喺好多嘅發展中的國家咧，佢哋喺性別嗰方面的問題咧，會係有啲問題，而可能女性方面咧。佢嗰個受到嗰個眼睛方面嘅治療啊，咁樣咧，其實可能唔係咁充足咁樣嘅。咁所以咧，就希望大家可以支持翻到美斯喺10月8日嗰日咧，做多啲活動啊，支持下奧比斯咁樣啦。咁另外咧，就今日我最主要喺呢個飛行醫院嗰度咧，就會用啲儀器啦，幫啲病人咧做啲激光啦，咁好似呢啲咁嘅儀器咁樣嚇。咁就係啊，係咁多先啦，今日多謝大家。